放学路上的诱惑。放学了，来慢着，最近放学路上有危险，我们决定亲自护送你们回去。危险，收好，让狗。这就是传说中危险指数99的美食街，随随便便硬控小朋友一个小时，没人能从这里全身而退。好多好吃的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果然原因眼不见为净，回家。爸爸我的眼睛快叫爸爸去。不行，我又忍不住了，手下留情啊。哇，好多好玩的。想玩是吗？我先帮你打个样，这可是最容易让小朋友沉沦的游戏一条街。不过只要我把所有奖品都套走，你就只能乖乖回家了。老师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距离、角度、风速，就是现在。危险不存在了。只要避开美食一条街和游戏一条街，就没什么能诱惑的。啊，小浪呢？老师，我在这看表演呢，给你站好位置了，快来。防不胜防啊，看来必须使出杀手锏了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我就不信你不乖乖回来。我不乖乖回来。还有我呢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就不会被任何东西诱惑到。还是体育老师简单粗暴啊。